大家好，我是文潇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42个字，得。首先听我的发音，得，得。现在和我一起练习发音，得。第二遍我们放慢速度，得。我们再说一遍，得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得是什么意思？得有很多意思，我们学习几种常用的意思。一，得指得到，跟失相对，例如取得。二，得指计算得到的结果，例如5减1得4。三，得指合适，例如得体。以上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，你学会了吗？今天的每日一字课堂下课了，明天同一时间由雅涵老师教大家学习写德字，明天见，拜拜。Uniform.